题目，下面有关于空气传声的叙述，何者正确？然后我们晓得，我们告诉过你，同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，所以高音、低音、大声、小声是不是一样的？所以选项 A 是错的。我们告诉你说，同一个声音在任何介质的频率是一样的，动就是动，拉就是拉，不会变，所以呢 B 也是错的。我们告诉你，波峰如果用疏密或者是密布，波谷就是什么，就是疏布，那么这个波峰到波峰的叫做所谓的波场，好，所以 C 也是错的，所以答案只有出对的。我说你要记住的事情，空气传声音是一个重波，空气传声音是个重波， OK 可以吗？好，下个又问声音谁是对的，谁对啊？简单基本概念而已嘛，考试不见得考什么困难题啊，就考一些基本概念啊，你有没有了解啊？帅哥美女，美女叫14号， B， 请坐，你答案选的叫做 B 儿。声音要介质，所以真空不能传播， A 错。然后呢，同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速度一样，所以不会女生频率高就会波速比较快，是错的。我们讲过回声是回到原介质，波速只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，跟波源的振幅及频率无关，所以介质一样波速就会一样，所以回声的频率波速都跟原来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答案正确的选的是 B， 选的是 B， 变大声，乐音三要素告诉你是响度变大，因为振幅能量变大。请问你第八题谁是错的？前面对不对，现在问错，反正意思是一样的。来，可爱的大帅哥叫做二十八谁？哦，凯荣大哥，帅哥凯荣，你跟我上 C， 请坐。你上次是跟我不讲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过，你就给我背，空传声音是固态大于液态大于气态，所以空气传声最慢，水的传声会比较快，就是背一下知道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有关于声音的一些简单小问题。接下来一题五就是开始算一算，用什么声音的速度的公式啊，巴拉巴拉，还透过一些所谓的反射啊，这反射是喜欢考的。基本上会考程度的考试都考最简单的反射，啊一声，两秒听回音，距离有多远，就类似这种，就是会考程度的反射题。好，声速360，出去再回来，经过0.2秒，所以总共走了69.2公尺。可是69.2是来回，所以要除以2。所以距离是34.6公尺，所以答案34.6。这个就是会考程度会考的声音反射的题目，就这样，啊，就会考程度会考就是考这种，好，所以会考程度会考的就这样。海里传声1500，发声回来要4秒钟，请问你还有多深？会考程度的就是神音，就这样。我们当初做过很多很神奇的反射题目，你还记得吗？什么两个山啊，然后什么上靠向山而行，背山而行，那种都是我们当初折磨各位用的。基本上会考都没有这么难过。不是说联考、程度考试都没那么难过。好，来，可爱的 Bear 号 ，Bear， 可爱的小老师，前小老师大人。一共上3000，你说3000吗？请坐，你答案叫做3000。好，速度1500走4秒钟，所以总共走了6000公尺。可是6000公尺是来回，所以要除以2，所以答案叫3000公尺。3000公尺，超难对吗？会考就这么难，好，哇，就这么难。联考程度，自从有联考以来，联考考过的反射就这个程度，就这个程度。
这题就不太一样。为什么不太一样？它没告诉你速度啊，它只告诉你什么？温度，所以你要换。当年学测考过一个这个样的题目，没有直接告诉你，但是你要去算出来，然后它就可以写一堆字，你就自然就算出来速度有多快。OK， 好，来，花锥嘞，可爱大帅哥，对不对？我们找一位可爱大帅哥，帅哥三十一，啊，好帅，0.2，单位，0.2秒。你要算申速，然后公式 V 等于331加0.6T， 我要你背的，所以算出来340有反射面34公尺，所以走过去要0.1秒。可是是去0.1秒，还怎样回来啊？所以要两个0.1秒啊，所以总要0.2秒。啊，这就是反射题目，因为在复习了，我们就没有给各位做那种神奇困难的反射，就出那种会考的反射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它的世界超级恐怖难的反射，啊，一声2秒钟听回音距离有多远，就是会考的反射，就这样子而已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吧？没。